开学了，暑假还没有把那妹子啊气。开学了，小燕子，你的暑假作业还没写呢。啊，徒弟们，开学了，抖骚的季节又开始了。苦逼的军训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？别提军训了。我尔康仪表店包拯啊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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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快就开学了？又得早起看爹呀！开学了，我又得开工当宿管阿姨了。开学了，学长们都会将凉拖板换成帆布鞋，将花裤衩换成牛仔裤，收起猥琐的笑容，隐藏闷骚的眼神，帮你引路，替你扛包，劝你不解，答你疑惑，要你电话，问你 QQ， 去你微博，加你好友，关注你。是的，学长们已经整装待发。哎呀，悟空啊，你也真调皮呀、啊！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啊？哎，明天就是你开学的第一天，你要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嘛，表现要积极，要是能当上个班长也是挺好的。哎，当不了班长，当个组长也是不错的嘛。我打。明天正式开学。又要斗智斗勇了，各位老师要 hold 住啊。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五六天不想上班，有木有？非常有，中午不睡，下午崩溃。哎，对了，你寝室有 WiFi 吗？昨儿个校长送了我一个穿墙网无线路由器，信号超强，可以从孙宇轩偷到翊坤宫的网。太好了，下了课替你来看《甄嬛传》。请不要开小差。其实我们喜欢上学，只是不喜欢上课。怀念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雍正。大家宿舍都有电脑，翊坤宫的电脑游戏是最多的。为什么皇上偏偏去你的宿舍斗地主？因为我的宿舍装了 Blink 穿墙网无线路由器，信号贼好，想往哪里点哪里 ，so easy。姐姐，明天我就要开学了，不能再来看你了。小青 ，good good study， day day up。小青，姐姐。有一件事想求你。什么事？姐姐你说吧。我的 iPad 3在雷峰塔里木有信号，你帮我偷个无线穿墙网路由器装在塔顶。那法海会不会发现呢？法海高度近视，老花眼，他是看不到的。想偷偷安装路由器没门。哎，兄妹，你好面熟哎！不就是我吗？上次摸你胸部那个、啊？就是你。说人话。宿舍里蚊子多，出来散散步，抽根烟。啊、什么牌子的？好香哎！你还真吃货，这个牌子就是。Oh my god！ 你中暑了吗，亲？啊 ？Good afternoon。Everyone, this is our first lesson. 路由器已经装好，下课一起倒塔。Blink， 超给力。OK。老师之所以是老师，因为他们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儿，比如……刚才讲到哪里了？哎呀，又开学了，又开学了！学校的专业太坑爹了，一点都不好玩啊！哎，
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啊？这个小兄弟啊，你说说。小兄弟，你新来的吧？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的中文名字叫过儿，英文名是 Pass， 日本名是不挂科子，韩国名要过斯密达，印度名是过儿阿三，俄罗斯名字是避过特洛夫斯基。哎，那你想不想上一所爱情学校啊？哎呀，别走啊！情侣上学，作业减半，考试全免呐、啊！哎，你想想吧。浮云，我只想寝室的信号给力点。那就装一个布林克，信号超强，谁用都说好啊！我老顽童不会骗你的，真的。那，在我即将大二之际呢，我必须向大一的你们声明啊。第一，喂，你们的学姐是我们的，这个不要想啊。第二，我们的学妹还是我们的，这个也不能抢。第三，在个别情况下，你们也是我们的，这个不要拒绝啊。喂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，都给我听清楚喽，就不要再学我们用路由器把妹子喽，有点创新精神行不行啊？多谢多谢啊。亲，大一新来的吧？关你屌事？一起吃个饭看个电影还好啊？我不稀罕。那我帮你宿舍装个本领可路由器。好，我同意了，不过约会前你要亲我一下。